今天我要来挑战一个生吃海葵，这玩意儿巨腥，一般人真下不去嘴呀、啊，还会遮嘴，它麻。避避水啊，这个怎么了？他紧张，把水给他避一下啊，必须放点调料，不放调料下不去嘴。朋友们，给我个双击啊，鼓励一下。再放点火鸡面调料。为了你们的双击，拼了！